忙的一天，上来听听。加薪分享温馨 Munchies 城寨呢就是人食人的世界，不是这样的，这个世界不应该是这样的，强者是为了保护弱者而存在的，我会全力支持他，帮他手，等班街坊可以安居乐业。谁可以搞定福气会，谁就做阿大咯。如果要城寨有好日子，就要彻底铲除同乡会，生死血泪，无惧牺牲，全力保护九龙城寨。城寨英雄，